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域解说。这一回我看一看，我能不能开启这一个，这不是欧物的起源，也不是挑战，还需要3万多，28000的那个。等离子金破不够啊！雷杰多的任务呢，也是需要等离子金破。这等离子金破太缺了，这等离子金破的任务就够我玩好久。继续带来升级。魔王的试炼。不会吧？这些是打不赢的。71级也没，不会吧？哎，是不是因为我选择的是简单模式啊？真的，我选择的是简单的，那而且还这一次叫了那么多人，那下一次要吸取教训啊。要吸取教训，要选择困难的。但是我把厉害的英雄都给他弄出来了。移不过去啊。困难过去还有一个噩梦啊，噩梦的我还是我没打过关呢。有400个。就只有你一个了吗？需要上场3名，那也就魔王兽已经挑战不了。这样子的话，我就先把这些，看还有谁可以升60级的，升5颗星的。麦克赛斯，去给他120个，懒得算尾数。麦克赛斯220个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好，120个，老是点错啊！碎片这么多，不管它。
不足吗？还差三个，原来是，还给他给少。在哪里？艾克赛斯，别跑啊！我们大声一点，雷塔领域，恢复自身和友军，我居然没有给他升级技能，耐克赛斯光剑，属于物理伤害，财富加三。会也会。哇，这能力可是翻了一倍啊！怒吼咆哮六级没了，爆裂拳，红颜技巧，3000、10000。3万，10万，可以快速升级，但是没办法快速升装备啊，也就除了扫荡，但是体力不够。浓颜字头，
还有谁啊？看一看，我这边应该没有剩下的哦。还有梦比优斯，160，500，160，480，540。点都要点到手酸哦，还是500加540，反正先给他放个550个。我来守护宇宙的和平。闪电防御。我来守护宇宙的和平。我来守护宇宙的和平。现在应该已经六阶了，梦比优斯凤凰，梦比母冲了。装备我没有那么多，好了，先这样了，拜拜。